各位網友、各位讀者、各位親友，我今日咧就講到而家咧，一屆起上嚟啊，已經經歷咗從2020年開始十月23日開播咧，前後咧經歷咗三年，跨年咧就三年，但係因為咧喺2020年係年尾啊嘛，係到12月23日先開播啊嘛，所以實際上咧，到今年咧嘅12月23日咧，仲有2个月咧，就足足2年咯。咁喺呢2周年嘅時候咧，我到今日為止啊，我實際講咗幾多次咧？講咗470次。咁啊，所以咧，我每一天咧都係為我嘅講座嘅找題材啦，講歷代嘅名著中嘅名文啦、名詩啦、名詞啦，咁啊實在咧都已經好忙噶啦，仲加上作者嘅生平啦，我希望咧對中文水準。因為近年嚟咧，大家都睇 U 睇呢個上網啦，所以好少話讀書嘅睇書本嘅啦。咁啊，聽講話香港或者海外啊，甚至台灣啦，就因為呢個資訊嘅發達啊，大家都睇網咧，就變咗到真係讀書同埋睇中文嘅名著名作咧，就係比較少啦。所以對呢個中文，如果水準嘅提升咧，我希望亦都能夠盡一份力量啦，係咪？咁啊，我係有心咧，係希望喚起嗰啲有志於中國或者中華文藝文嘅後繼者，咁啊做一個比較好啲嘅榜樣啦，係嘛？我枝枝芽芽喺呢度每一日都係咁做。我而家都係已經嘅八呢個跨三年嘅時候咧，我已經係87到88嘅高齡啦喎，係嘛？咁我希望咧能夠咧，在我90歲之前啊，我能夠圓滿咧，把我想要講嘅呢個能夠咧不期成功啊！咁我咧就非常之心滿意足咁啊退休啦，係嘛？我90歲先退休，我對邊個都對得住啦，係咪？即係咁講啊，即係咁講啊。咁啊，我能唔能夠達成呢、這個提升中文嘅水準，或者傳承中國嘅藝文咧？咁啊，呢個就係聽天由命啦。我已經 try my best 啦，就係咁話啦。咁啊，我前後3年之中啊。實在講咧，我呢個講座咧出現廣東籍嘅作家咧，實在根本啊可能講係冇添。但係我咧呢個我都唔係計較呢啲啦。我雖然講個廣東話啫，但係對於傳承中華文化咧，我就唔計籍貫或者真名啊，我就只要係對於呢個中國嘅藝文咧，我就係講落去嘅。啊，所以但係唔係話廣東籍嘅作家冇喎、啊？譬如佢孫中山啊、梁啟超啊、康有為啊呢啲大作家嚟噶，但係佢俾嘅功名所掩蓋咗啊嘛。所以咧，你係在咁樣嚟分別嘅時候咧，你又唔講得係名作家啦，因為你嘅自然咧集中咧唔係喺呢個名作家度啦嘛。我哋要提升嘅時候咧，真係要。對一啲枝枝芽芽喺藝文界做出貢獻咧，呢啲作家咧，我哋嚟到講啊嘛，啊呢、這個譬如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佢喺社會或者其他嘅角度上咧，大家都俾咗個名譽佢啦，都唔需要我哋再喺呢度提咧，係咪？因為佢喺別嘅事工嘅工業上咧有所進益，對國人咁就係一件好事啦，係嘛？咁啊，廣東籍嘅好少。咁香港人咧，即係更加少啦。呢幾年咧，我諗住咧，久住他鄉嘅即故鄉啦，
啊，我哋唔能夠好似舊時咁一步通星睇到老啊，我生長喺嗰度，我就永遠係嗰度人，唔係啦。而家呢個世界地球村咧，我哋久住嗰個地方就係我哋嘅故鄉啦。久住他鄉是故鄉一樣啦嘛。我喺我出生地咧係不過未夠15年，係14年幾啫。但我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就已經超越咗噶啦。加拿大更加唔使講啦，係咪？我喺加拿大到到而家都1962年嚟，啱啱就60年啦，係咪？咁啊，當然有啲時間就出去嘅，但係畢竟咧呢個都係我嘅。是我的故鄉啦嘛，咁第二個故鄉咧應該香港噶咯喎。嗱，我喺嗰度咧，我喺嗰度咧逗留7年之後咧，然後先去台灣。但係以後咧，我喺疫情之前啊，我差唔多都每一兩年咧，我都翻去一次噶喎，每次咧都2-3個月噶喎，係咪？不論係小字又好，或者旅遊都好，都唔會少得嗰個月啦。咁計計埋埋呢個條數又好襟計嘅喎。咁啊，所以咧呢個香港咧就係我第二個故鄉啦。但係我仲係以傳承中國或者稱為中華文化呢啲藝文咧為我畢生嘅志業嘅。咁我今日咧就又揾到一個人咧。是我咧今日咧開始要講現代嘅有一個非常出名嘅個作家，呢個作家咧就叫做徐虛啊，因為佢呢個廣東話嘅就叫做徐虛，就話即係大埔虛啊、花虛啊嗰個虛，因為佢注解咧粵音就個虛字，就徐呢個雙其言徐啊一個言字旁。一個醫時嘅醫啊，兩畫動一動一勾，讀個虛字，廣東話讀個虛字啊。佢譯音咧用英文嚟譯咧就係、是、X U， 即係好似我咁啊，許就花虛嘅虛啦，係嘛？讀個虛字就啱噶啦。我查過字典，呢、這個字咧係比較好多人咧，因為唔用多啦嘛。呢、這個虛字咧係點解咧？即、就、係、是、大咁解啊！大言啊嘛啊！呢、這個依字邊呢、這個言即係大言。咁如果你好嘅講嚟講咧，即係佢能夠講得好啦啊！呢、這個講得有文理啦。如果你唔好咧，你用負面嚟解釋佢咧，你又大言不慚都得噶嘛，大言炎炎都得噶嘛。呢、這個就係大言，佢講嘅話係有力咁解。咁啊～徐虛先生咧，佢住嘅地方都好多嘅噃。嗱，佢初初就喺北大讀書啦，咁啊住北平嘅，起碼4年啦，係嘛？然後先留外國喎，喺法國呢個攞個博士喎，啊文學博士喎，咁佢又喺嗰度生活咗，住得喺度，喺讀書嘅時候有好多年啦，係咪？咁佢翻嚟嘅時候咧，就係喺呢個。日本人咧已經係侵入呢、這個上海啦，啊，所以淞沪之戰啊嘛，所以變咗咧日本人咧佔據咗嗰度，佢唔肯走，所以因此好多中國人咧即係有錢嘅咧就住入租界啦，咁啊租界就變咗咧係日本人包圍嘅一個地方，所以當時啲人咧叫佢做孤島噃，咁佢咧當時翻嚟嘅時候咧。就冇辦法啦，就啱碰到呢樣嘢，佢又住喺雖然係上海，但係佢一個孤島啊嘛，即係我哋睇《四行倉庫》嘅時候咧，這個楊慧珊咧經過嗰啲游水掛支國旗嗰度咧，嗰個時代咧叫做孤島啦。咁以後咧，前面抗戰啦，咁佢又上咗去重慶喎，佢《風蕭蕭》就喺嗰度寫噶啦，啊佢《風蕭蕭》就喺嗰度寫噶啦噃。即係抗日戰爭呢、這個咧，喚起民族咧，對呢個反對呢個日本咧侵入中國咧，敵氣同仇咯。所以當時嘅徐虛咧又去咗重慶咯。好啦，以後咧，好啦，到戰後啦，
又翻翻嚟冇幾耐嘅時候咧，就大陸咧就話改變嘅政權啦，咁就因此咧徐虛咧又到到香港啦，一住30年。所以如果你計計埋埋咧，佢住喺上海咧，雖然話上海人，但係佢啊又北大啊，又去各方面去留學啊，諸如此類，翻嚟之後住孤島啊。又北上重慶啊，諸如此類嘅嘢咧，佢計計埋埋咧，喺香港嘅時間最多，一住就30年，啊，咁啊好多人咧就認為佢咧係呢個啊係好想念，有個人咧叫做袁良俊啊，佢呢啲唔出名嘅人啦，佢就寫得唔三唔四啊，又話徐醫好懷念呢個上海啊。又話呢個佢同香港格格不相入啊，係香港咧佢唔能夠唔歡迎佢啊，唔投入嘅呢個完全咧呢個污蔑呢個香港，因為香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都要努力喺度求生活啊嘛，先求生活。你徐虛嚟到香港嘅時候，當然要求生活啦，但係佢嘅小女兒啊，徐允伯咧，佢講。佢話：我父親咧喺香港咧，佢辦過雜誌。佢搬咗之後咧，佢再辦又另外一個。佢真係好努力，係投入呢個香港呢、這個社會。咁佢當然佢有時啊，佢喺香港喺上海住過，對上海嘅風味啊耿耿嘅時候咁。佢識結交啲朋友，好多上海人啦。佢唔識講廣東話，好唔出奇啫。有乜唔出？好多上海人都唔出奇啦，係咪？佢有佢好多個朋友啊。但係佢喺香港咧，唔能夠話佢唔融入啊嘛。你睇佢後來，又喺珠海教過書，後來又喺浸大添啦。而家你叫浸大，舊時叫做浸會書院啦嚇。從呢個中文系主任。做到文學院長啦，點解唔投入啫？係咪？咁而且咧，佢嘅代表作咧就係呢個《江湖行》啊嘛，呢啲書我都讀過嘅。咁所以徐虛先生咧，佢喺香港嘅時候啊，台灣咧同佢出咗《出世佢全集》，嗰時係15集嘅，全部同佢出咗。好啦，到徐佢係。呢個徐虛先生咧，佢係1980年過身噶啦嘛，所以佢到呢2008嘅時候咧，佢100歲嘅時候咧，咁啊大陸先同佢嗰時啦，大陸先2008年先同佢出呢個紀念啊，呢個徐虛先生呢個100周年紀念，咁就同佢出世啲全集。咁佢喺嗰度出身嘅，咁出嚟係好應該啊。結果咧，這個佢嘅小女喺台北，同埋佢其他啲子女咧都北上去咩？但係唔係等於呢個徐虛咧係同香港咧唔投入，唔係咁講嘅。咁啊，譬如我嚟喺呢度啦，我嚟到加拿大啦，我幾十年啦，我都講中文啦，講咩？我食嘅就中國餐啦，都係廣東餐嘅比較多。我唔能夠話徐先生喺嗰度係食嘅喺香港食嘅上海餐，佢就話同香港人唔投入，唔能夠咁講嘅。所以呢啲咧就係有時矯枉過正咧，我哋係要同呢、這個徐虛先生咧係。一個證明嘅，徐虛先生對香港非常之投入，而且佢嘅代表作呢個《江湖行》咧係香港出版嘅，所以呢啲咧我會一系列咁講落去。我今日先講徐虛先生咧同香港嘅關係，佢的確係香港人。多謝各位。